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这边有一家螺蛳粉，我分享一下。上次吃螺蛳粉是在广西南宁。现在像这样的老小区的商店非常少了，随时面临会被拆。哦，就这家螺蛳粉。螺蛳粉是不是啊？哦，螺蛳粉不是广西的，你是广西的？是啊。啊？是啊。哦，螺蛳粉。好，下一碗嘛。下一碗。好。螺蛳粉。广西哪里的？柳州。柳州哦。我上一回是在南宁吃过螺蛳粉，还是在南宁吃的。南宁最正宗的螺蛳粉是南宁还是柳州？柳州的。柳州的是吧？柳州螺蛳粉，南宁老友粉。哦，南宁的老友粉很出名。老友粉，老友粉是怎么做的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南宁的。反正在南宁就是吃老友粉的比较多。哦哦，柳州就是螺蛳粉。啊，打拼这个。酒有没有？白酒在那边。这多少？5块。啊。要螺蛳粉，哎，这螺蛳粉不错，快吃完了。那酒还没有喝完的，搞了一个花甲，这个花甲的4块钱。请发到账15元。
汤都不剩了，都喝完了，嗯。